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》。贤首大师开始最后的一段，我们从然此关门明目无定从这里开看起啊。若据一体为名，即是海印明现三昧门啊。明是光大的意思，现呢是现前啊。我们采用海印三昧十义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十条上面呢，我们学过无心能现，现无所现，能现所现非业，能现所现非义，无去无来。第六是广大啊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。今天我们再从第七啊，普现，这是说如来三昧，一切世界于一心中，不减居细，借息能现。这深意说明自信的智慧得用啊。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是我们的真心，什么是我们的本善啊，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心本善啊，本善是什么？就是智慧啊，智慧是我们的真心，智慧是真正的本善。能现一切世界啊，我们讲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在华严经里面讲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都是在一心现的啊，一心能现呢，一心能觉啊，对于所现的一切法了，没有一样不清楚。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而且是平等的，啊，没有哪个比哪一个强一点，哪个比哪个差一点，啊，但是迷失了自信，就很可怜。迷失了这自信之后啊，智慧就变成烦恼，啊，什么烦恼呢？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。啊，严重的话学佛也不行，学佛还是要堕地狱啊。古人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说地狱门前僧道多
啊，什么人下地狱？学佛的人下地狱。啊，为什么说学佛的人下地狱呢？没有依教奉行。啊，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佛的教诲啊完全相违背。啊，佛是教我们怎么教的？就以我们这个《妄境还原论》的来说。啊，你看里面讲的四德，这是你自信心得了。啊，第一个给你讲随缘妙用，你不随缘。你不是妙用，你是造业。啊，就跟《地藏经》里面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，要想一想是不是说我。起心动念无不是罪。啊，我们今天随着这个缘，啊，完全是自私自利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益，不知道明天的果报。啊，明天果报现前了，后悔莫及。啊，你说佛菩萨不慈悲，没有救你，佛菩萨非常慈悲。啊，经书你得到的，你天天看，你天天在听讲。听了怎么样？听了耳边风啊，听了不起作用啊！啊，为什么不起作用？不相信，这是真的。相信眼前名闻利养是真的。啊，不相信佛菩萨教诲，当然更不相信圣贤的教诲。佛菩萨都没有看在眼里，圣贤算什么？啊，就是这个罪，就堕阿鼻地狱。啊，那我说我们敬不敬佛菩萨呢？哎，也很恭敬，见到佛菩萨形象会礼拜。啊，其实呢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。佛菩萨并不要我们天天拜他。并不要我们天天念他，佛菩萨什么都不要。啊，我们拜他念他是感恩的。啊，那现在的人学佛，天天拜佛念佛是什么呢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希望佛菩萨原谅。希望佛菩萨饶恕，都是妄心在作祟呀！啊，你想想，佛菩萨能不能饶恕我们？能不能赦免我们罪？不能。啊，如果是能的话，我们不用学佛了。佛菩萨普度众生，不度众生，佛菩萨不慈悲呀。这是佛菩萨做不到的事情。经上说得很好，信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中峰大师在《西念开示》里面讲过，你们不是天天都在念吗？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呢，是自作自受，你怪谁呢？啊，佛菩萨不能帮助我们，佛菩萨能帮助我们，经上讲得清清楚楚，他只能做到开示。啊，后面行证。他做不到啊，是要我们自己修行啊，自己去证果啊。啊，这个做不到啊。
清凉峰华严寺窟信解行证，不是清清楚楚吗？啊，佛的开示是他给我们的恩德，我们自己要悟入啊，也就是说佛的话有没有听懂？听不懂，真听不懂啊！为什么听不懂？你天天听经，听了一辈子，一句没听懂啊！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什么原因呢？你有业障啊！什么业障呢？自私自利，你就听不懂啊！如果听懂了，你怎么会不开悟？你怎么会不正果呢？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当年听五祖忍和尚讲经，他听懂了，他开悟了，他成佛了，那叫听懂了。啊，没有做到啊，没听懂啊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在一起，大师常常告诉我了，佛法知难行易啊。就是说你真听懂了，太难太难了。啊，修行正果太容易了。啊，三年之后，张家大师圆寂三年之后，我亲近李老师啊，李老师就给我讲信佛，这个信太难了，几个人能信佛？他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他不懂，不懂佛法，天天念经，经里什么意思不知道，天天听讲，经里什么意思也不知道，这很难啊！啊，真念懂了，真听懂了，他就真做到了，啊！所以李老师告诉我，信佛这个信字的标准是你做到了，你没有做到，你不信，啊，你那个信是假信，迷信。啊，不是真心，这一点我们要清楚，不是真心啊，打着佛的招牌破坏佛的形象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你干这段事情你就是阿鼻地，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啊。啊，那么第七，这一节所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一心所现的啊，不仅居细啊，居是大，细是小，我们今天讲宏观宇宙啊，微观世界全包括了啊，宏观是讲大宇宙，微观是讲小宇宙啊，小宇宙讲什么呢？啊，讲到原子粒子啊，基本粒子，讲到夸克，这小啊啊，借喜能现啊，所以这个现呢，啊，它没有先后啊，底下就讲到了啊，第八讲顿现啊，一切世界当念即现
无前无后，色相宛然。啊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宇宙的全体，我们只看到宇宙的一半，啊，一个角落。啊，这就讲嘛，时间为这个空间维持不同啊。啊，科学家说，从理上讲，空间维持是没有限量的。啊，那我们在无限量的这个空间维持，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三维空间。四维以上的我们就看不到了啊！但是无限这个维持空间都是我们一心所现的，我们看不到，不能说没有啊。所以佛在经教里面讲那个隐现不同啊，我们看不到的呢，就是隐。啊，看到的是现前，啊，实在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个屏幕一样，啊，我们这家机器，啊，接收的这个电视机，能够收到全世界的节目，啊，那总有几百个频道啊。啊，这就好像不同维间频这个维次啊，我们只按一个频道，这个频道的色相显现了，其他的没有去按到，不能说没有，统统有，都在现前，我们只能看一个啊。那佛告诉我，空间维持是怎么形成的？啊，现在我们清楚了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无量无边的法界，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为识所变呐。啊，那么你知道它的原因，把这个原因消除掉，空间维持就没有了，本来没有啊，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空间维持没有了。啊，那么心现色变的宏观世界，你全都看见了。啊，真的是一时等现，没有先后。啊，没有先后，没有时间，普现没有空间。啊，不但是大宇宙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小宇宙就是微尘里面的宇宙，毛端里面的宇宙，你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，色相宛然呐。啊，跟现在科学发现的这个全息照片的那个理论有一点像。啊，微观世界是什么样子呢？跟宏观是一样的。所以大小不二。啊，完全一样。不但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讲波动啊，啊，现在就讲波动的是世界吗？念头才起，已经传遍了虚空法界，
我们一举一动也不例外。前面看的信息啊，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，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，进入弥勒楼阁之后，看到弥勒的楼阁是遍法界虚空界重重无尽，看到无量无边的楼阁啊，每一个楼阁里面都有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面前都有善财童子，他看到了啊。这说什么呢？你一举一动啊，都遍法界虚空界，你能瞒得了谁？你说我今天做事情别人不知道，那叫自欺欺人啊！见性的人全知道啊。这个标准我们晓得，就是华严经上初住以上的菩萨们，他们全都知道，因为他所有空间位置都突破了。你起心动念他知道，你一举一动他知道。啊，实实在在说，阿罗汉以上啊，就没有法子瞒过他了。啊，但是阿罗汉有时候还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他必须入定才知道，他不入定啊，不知道。你们在地藏经上看到，啊，婆罗门女母亲堕地狱了，向阿罗汉请教，我母亲现在在哪里？阿罗汉入定。出定才能告诉他啊，就是设法界里面没有出设法界的，他要入定才知道，不入定不知道啊。但是法身菩萨啊，就是超越设法界以上的，他不需要入定啊，他一切时一切处他都知道。为什么呢？他都在定中，他不需要入定啊。这是什么？自性本定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。所以这个定呢，不是盘腿面壁，定是什么？心不动，就不起心不动念，是自性本定啊。不分别不执着是大定啊。那么不执着呢啊，还有妄想分别啊，这个是二乘的，是这个声闻缘觉的定功啊。所以他们在定中能见到，出定他见不到啊。所以晓得古人常讲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。啊，现在有很多通灵的啊，这通灵的人我接触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假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假的，他们说的话了不能说同样的话啊，不能说同样一桩事情啊。几个这个同龄的，他们彼此不认识，也不住在一起啊，碰到我说一样的话，说一桩事情这就有可信度啊。啊，他们能力比不上阿罗汉啊。如果是鬼神天神，他们有报通，就是报德的啊，无通
他没有漏尽头，啊，他有天眼天耳，啊，他心，啊，我们凡夫心里想什么，他知道。啊，我们的过去跟未来，他也知道。啊，他看得很清楚。啊，这个我们能够啊，信得过的。啊，他给我们传递一些信息，很值得我们做参考。啊，但是怎么处理事情，我们不能听他的。啊，听他支配就错了，你就被他控制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学随缘妙用。啊，这一句话里面，啊，随缘，恒顺众生，啊，妙用呢？妙用是随喜功德，我随喜当中啊，成就自他功德。这是妙用啊！啊，怎么成就自他功德呢？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哈、啊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，常常劝导大家了，啊，把跟世出世间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法对立的念头要消化掉，那你就是随喜功德了。你跟人有对立啊，有对立什么？你有自私自利啊，用金刚经的话说，你有我相，有强烈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四相具足，具足那就不是佛菩萨讲的随缘了。随缘是要随顺性的，你是完全跟性德相违背，你是随顺自私自利，随顺贪嗔痴慢，啊，这个与自性完全相反的，果报在三途啊！哎、啊，你不是学佛啊，你是在修恶鬼道啊，你是在修地狱道啊，那也是道啊，哎、啊，不叫十道吗？啊，佛道、菩萨道啊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你是修的哪个道？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所以佛学，学佛，这不是我发明的。啊，李老师教导我们的啊，台中慈光图书馆开办大专佛学讲座啊，接受一批高等知识分子来学佛。李老师提出啊，佛学跟学佛是两回事啊！你们来参加讲座，到底是学佛呢，还是来搞佛学？啊，老师每天上课是一样，学生各个人呢，所吸入的不一样。搞佛学的多啊，啊，天天来听听课啊，也写笔记啊，也讲的头头是道啊，做不到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属于佛学
对佛法懂了没有呢？不能说他不懂，也不能说他懂。你说他不懂吧，他真的讲得头头是道；你说他懂吧，他一条都没做到。啊，李老师下了一个结论，他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该怎么轮回他还要接受轮回。啊，佛法里面真实殊胜功德利益了他没有得到。啊，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了，他一生成佛去了。啊，这一生就做菩萨去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对，他有这个机会他放弃了。啊，他做不到啊。所以真学佛必须约束自己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持戒做起。啊，从三规五戒做起。你想想看，你三规五戒你做到哪一条？一条都没做到。啊，三规做不到。啊，三规第一条，皈依佛是觉而不迷。你试问问你自己，从早到晚出世待人接物，依旧是迷而不觉，没做到。你就是皈依佛是假的，你没有皈依。皈依法啊，法是正，正知正见，你的念头还是邪知邪见，不是正知正见。啊，跟佛经教了完全不相应。啊，所以你不是皈依法了，皈依佛法了，你是皈依魔啊。啊，皈依僧，僧的意思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，你完全染污。啊，掉在名闻利养里面去了。落在五欲六尘里面爬不出来了。对，所以三规你没有啊。啊，五戒就不提了。哎，你虽然是没有杀生啊，你没有杀人，但是你叫很多人生烦恼啊。啊，这个是等于杀人。啊，你给人气受，你欺负人，你侮辱人，啊，你虐待别人，这个等于杀生啊。接受不应该得的财物供养，你接受了，这等于偷盗。啊，你把这个五戒一条一条想一想，大概可能只有一条你做到了，不饮酒，其他做不到啊。啊，真正十善业道落实的时候，《弟子规》你可以打100分，你是圆满的。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《弟子规》是什么？是五戒十善的落实。啊，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。你要真正想学佛，你一定从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下手。啊，《感应篇》讲因果教育啊，关系到你起心动念呐。第九句讲常心，于诸法相，无有不现之时。非如镜像，对时方能显现。啊，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境界像啊，没中断过啊。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眼睛闭了，睡着了，这个像真的没有了。
啊，可是一醒来睁开眼睛，哎，这相又现前了，没中断过。啊，为什么被中断过了？你那个念头生灭没停过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，一秒钟有1280兆的念头啊，念念相续，它不会中断啊。但是每一个念头，前念不知道后念，后念不知道前念啊，念念呢，他出生境界，念念出生啊，境界里面他就有情识啊，所以精神的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全是从念头里面生起来啊，它能生就是自信啊，在四圣法界以上是智慧，六道里面是烦恼啊，智慧跟烦恼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觉悟了，烦恼是智慧，迷了自信，智慧是烦恼啊，烦恼跟智慧是一体的两面，这个不二啊。啊，烦恼不断就是智慧不断啊，因为它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生不灭，它不会断啊。所以说真的，佛教我们转烦恼为菩提，烦恼一转变就是智慧啊。所以修行最重要的就懂得怎么样转境界啊，能转境界了，你才真正懂得啊，佛教导我们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，妖魔鬼怪、地狱众生都是好人，都是好事啊。为什么呢？看到地狱的性现象，提醒自己，我不能有过失啊，我不能造地狱因啊。你看他对我就有好处了，啊，他视线造罪业堕地狱给我看，我看了之后醒悟过来了，所以我对他感恩。啊，他叫我不能学他，学他就堕地狱，就要受这个罪。他是我的老师，他是我的恩人，就不一样了，这个智慧就开了。啊，所以顺境逆境都是善知识啊，顺境是正面教导我们啊，佛菩萨啊，负面的就是三途众生教导我们啊。那个地方我们愿不愿意去受罪呢？太苦了，太可怜了啊，我们不想去，那你就不能造这个业。已经造了不怕，只要真正忏悔啊，所以回头是岸啊。这是真理啊，啊，只要你回头，你还有一口气在，你还没有断气，你还有机会回头，回头就得救了。啊，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。啊，所以无逆十恶罪，一回头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极乐世界。
啊，这个不是什么佛慈悲，不是的，这里这个理在，道理在此地。你回头人回归自信了，自信都没有这个东西吧？啊，设法界中一真庄严是妄心变的吧？这一回头，妄尽了，还原了，妄尽了，设法界没有了。啊，你们在细念里面念到永嘉大师说的，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那个梦是迷，迷的时候有六大轮回，觉的时候没有了，所以你一回头啊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要知道这个现，这个境界是顿现。没有先后啊，这个是佛法里头啊，讲这个境界这个现象啊，跟哲学跟科学讲的不一样啊，他们讲的有先后啊。念道家讲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啊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，它有次序的。佛法讲顿现，没有，哪有那么多啊？顿现讲的合理呀，啊，常现，顿现常现啊，幕后跟你讲非现现，这才讲到究竟处。啊，怎么叫非现现？你看到后面全否定了，否定得干干净净，那就回归自信了。既然不动啊，啊，如来三昧既然不动，为众生故，于非应众随感而应。众生有感。这不是佛该佛来应呢，这是如来三昧应呢，如来是自信啊。啊，自信本定。你那个感就好像按这个频道的开关，你按下去了。这相就显出来了啊，你不按的时候它就没有，你按的时候它就显了啊。你要问什么，这什么原因？没有原因，说法而如是啊，在自信，自信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自信没有生灭啊。慧能大师讲的最好最清楚啊，讲得透彻，讲得明白。啊，自信本来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所以什么东西染污你呢？妄想、烦恼、习气啊，我们华严经里面讲分别执着，这个东西染污了。染污也是假的。也不是真的啊。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称为不相应行法，现在学术里面称之为抽象概念，不是真的抽象概念啊。所以我们的自信没有失掉啊，我们的智慧德相没失掉啊。啊，老祖宗给我们讲的本善
佛说的本觉没失了啊。啊，只是现在的很不幸啊，这扭曲了。啊，不管怎么扭曲，他的纯净纯善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这个要学，诸佛菩萨对蚊虫蚂蚁都礼敬。啊，我们现在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对一些人都瞧不起，这个就差得太远了。为什么诸佛菩萨对蚊虫蚂蚁会恭敬？因为他的心，他那个如来三昧呀，跟佛的如来三昧是一个三昧，不是两个。所以佛眼睛看到他们是佛。啊，只是什么？迷失了自信。不能不尊敬。不尊敬就是不尊敬自己。啊，所以我们讲这个尊敬呢，讲这个爱呀。我总是头一个讲爱自己，自爱啊，自己尊重自己，自己不知道尊重自己，他不会尊重别人啊。不爱别人就是不爱自己，为什么呢？自他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细心去观察，他自不自爱，他自不自重，你也看清楚了。啊，佛自爱自重，所以他爱一切众生，他尊重一切众生。啊，连事出世间圣贤都不例外。啊，你看孔子、孟子，啊，他们在一生当中看清了哪个人？没有过啊。啊，贫穷、残障，格外恭敬。那恭敬里头加一份呢，怜悯心。没有轻慢的啊，所以这个自爱自重啊，很不容易啊，觉悟的人才做到啊。迷失自信啊，他怎么会懂得自爱？他怎么会懂得自重？啊，所以瞧不起别人，就是瞧不起自己。啊，反复看不出来啊。就是从前李老师所说的，真正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，看得清楚啊。你不能够欺骗别人啊！啊，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，你都没办法瞒过他。你怎么能瞒天地鬼神？你怎么能瞒诸佛菩萨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理事我们都要懂，啊，所以叫非现现的，这是说明真相，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。啊，前面或者你还有疑论，有争议或者有问题，到这个地方什么问题都没有了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了啊！这是一切众生啊，于自信中，自信它是寂然不动的
但是随众生的感，它自然有应。啊，所以众生在感应里面所见的一切境界，从哪来的？是你自心变现的。啊，心外确确实实没有一法可得，这个道理太深了。讲不出来啊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给我们讲，都讲不出来，叫言语道断啊！不但说不出来，当然你听不懂，你也想不到啊！那怎么办呢？佛法里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：为正方知。你证到这个地位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怎样去证呢？你要行。啊，怎么个行法呢？要放下。啊，放下，那就谈到戒律。戒律里面叫我们不可以做的，也统统放下，这支持只是放下。菩萨戒里面告诉我们哪些要做的，你就照做，这叫坐持。你要不做，你就犯戒了。啊，叫你做不做，你犯戒了。啊，不许你做，你做了也犯戒了。啊，所以戒律有两种，啊，一种是支持，一种是坐持，啊，比丘戒是支持，菩萨戒是坐持。菩萨，佛教菩萨了，要普度众生的，啊，帮助众生。断我修善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那你不做怎么行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。你看他在没开悟之前支持放下，啊，开悟之后呢？开悟之后是坐持，啊，这个弥勒菩萨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，在中国，啊，中国弥勒菩萨化身是布袋和尚，啊，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像都造布袋和尚，啊，这是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，啊，这个《大藏经》啊，《高僧传》里面有他的传记。啊，出生在宋朝，啊，南宋高宗的时代，跟岳飞同时代，啊，他出现在浙江，哎，他好像济公也是那个时代，那济公跟他同时同一个时代的人，宋朝人。啊，《高僧传》里面记载了，也不知道布袋和尚姓什么，名字叫什么，不知道，他是哪里人也不知道，多大年岁也不知道，啊，没人晓得，所以就不详。啊，但他的事迹呢有记载，啊，原籍的时候记得很清楚，他身世啊没人知道。啊，别人问他，他也不说。那问这个干什么？啊，这个不行，不重要。啊，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？啊，他每一天背一个大口袋，啊，到处化缘，人家供养的都放在口袋里头。
啊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叫他布袋和尚。啊，不知道叫布袋和尚。啊，也很出名。啊，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把布袋往地上一放，两个手摊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人家看这个样子，懂得就放下。嗯，就放下。放下之后怎么办呢？他提着布袋扛起来走了，离也不离。啊，放下之后提起呀、啊，提起要干呐、啊，去行呐、啊。你看他不说一句话。啊，所以对你自己修行的时候是叫你放下。放下之后呢？放下之后要提起来。教化众生呐、啊，啊，你要把你自己发的愿要兑现呐、啊，你可不能天天欺骗佛菩萨了，那个罪过太重了。啊，四弘誓愿，你看你每天念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天天在障碍众生。你天天在找他麻烦，你不是在度众生的，天天给气给他说，你这不叫欺骗佛菩萨吗？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你天天生烦恼，你没有把你自己烦恼减轻，你念这首偈是不是大妄语？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的根本就没学。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的就不说了。啊，所以你所作所为啊，问扪心自问呐、啊，都是干的是骗佛菩萨了，骗众生呐、啊，骗自己呀、啊，叫自欺欺人呐、啊，还得欺骗佛菩萨。你说你罪多重？啊，你不堕地狱，谁堕地狱？啊，地狱不是佛菩萨造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我们也非常清楚。啊，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听到这个朱金咒老居士，啊，给我讲这些故事，那都是真人真事。啊，他的老药丈是章太炎先生。章太炎在世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。啊，东岳大帝就是泰山了，山东泰山了。啊，那是大鬼王。啊，他管差不多管五六个省。啊，这个里面的人生死都归他管。啊，东岳大帝找他。啊，做他的判官，判官是什么呢？就现在的秘书长，地位很高啊。啊，所以他很辛苦啊，白天在世间要办公，要处理事情，晚上要到东岳大帝衙门去上班。好在时间还不长，大概不到两个月。啊，可能是判官呢出去了，或者是有事情了，他就代理。啊，所以时间不长。啊，他在这个职务上就想到地狱里面的炮烙，他这个炮烙的刑罚了太残酷了，不人道。啊，要求东岳大帝把这个刑罚废除。啊，那么这个建议提上去之后，东岳大帝笑笑，也不说话，派了两个小鬼，啊，带张先生啊，到这个
刑场亲自去看。啊，小鬼带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告诉他，这个炮楼刑场就在此地，他看不到。这恍然大悟啊，一切唯心造啊，他没有做这个罪业，他看不到。啊，所以以后再不提了。才晓得是什么呢？地狱从哪里？是你自己的业力变现出来的，自己变自己受，不是阎王啊造的这个地狱罚你就受罪，不是啊！啊，这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就跟做梦一样。你说梦见是谁制造的梦境跟你去说的？没有啊。啊，地狱的境界就像这样。啊，你什么样的心感什么样的境界现前。啊，这个境界无量无边的。我们在前面第二段念到的畜生无尽啊，第三段啊，三种周边啊，畜生无尽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，自己受。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眼前境界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，自己受啊。那现在灾难很多了，那化解灾难，我们懂这个道理就很容易了。我只要把心恶的念头断掉，恶的行为断掉，灾难对我就不没有关系了。啊，你纵然是有因，当中没有缘，果你就不受。所以理的道理搞清楚搞明白，心就安了。啊，这是佛在大乘教里面教给我们怎么样消灾免难。你说这是靠佛菩萨保佑？不是啊。啊，是靠自己做一个转变，就是妄尽幻灭。啊，佛法有道理在，不是迷信。啊，要是靠佛菩萨保佑，那是迷信，那完全错了。啊，佛菩萨要能真能有这个力量能保佑，世间就不会有灾难。啊，所以说一切灾难是恶业感召啊，你造这么多恶业。啊，你自责要自受。啊，共业里面有不共业。那所以心地清净善良的人，什么样灾难不害怕。啊，没有恐惧。啊，不惊不怖。海印三昧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我们再看下面的问啊，若有二用而论，即是华严妙行三昧门。二用就是升起依报正报，啊，华严妙行三昧门呢，是说的什么？是说的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啊。
啊，以什么修行呢？祖师慈悲。啊，把华严经的修行方法呢，你看看，就用这六个纲领，这六门就讲清楚了，啊，就讲明白了。啊，如果用华严经的经义来说，那就是文殊普贤。啊，文殊菩萨教我们修十波罗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般若，啊，这通常讲的菩萨六度，啊，再加上方便、愿力、智，啊，华严经讲十度，十波罗蜜，普贤菩萨跟我们讲十愿。导归极乐，啊，这是华严经的两位法身大士啊，啊，把修学修华严妙行三昧门给我们具体的显示出来。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做？实在讲呢，是我们做不了，境界太高了，太妙了啊！所以妙加上妙，做能不着相啊？六度深愿齐修啊，这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妙。啊，有哦，这个分别执着啊，它就不妙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分别执着在里面，你是修的福德；没有分别执着，就叫功德，做一样的事情。啊，你比如修财布施，啊，今天这个遇到人家有灾难了，啊，像四川灾难。啊，我们捐了一些钱去帮助他们。啊，我们有分别有执着，这是修福；没有分别执着是修功德，果报不一样啊。功德能超越三界六道，福德不能。啊，福德只能在六道里面，你将来到哪一道就享福。你修的福报啊，由此可知，学佛的人多，修福的人多，修功德的人凤毛麟角啊，几个人懂得功德了啊？修功德的是无我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他修功德啊，那真正叫学佛。啊，修福的是那是搞佛学，佛学里头有福啊，有福报没功德，这个要懂啊。啊，真正的善心善行呢，是修福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，哎，是在修福报，可是他心行不善。啊，心行不善，福报不能说没有，有。到什么地方去想呢？很可能是三途。啊，鬼里面有福德鬼，享福的，畜生道里面享福的很多。你看现在很多宠物，啊，宠物你细心观察，它很聪明。他懂得人的意思，
他也知道他过去生中干的是什么。啊，修的有福报，现在他出生他就享福了。错了。啊，下面是若具三变为言。啊，这是讲体用啊，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，起的这个二用啊，现这个一正呢，现出来了啊，这现象就有体有相啊，体跟相呢，都是三种周边。周边法界，出生无尽，包含空有。啊，这个你一定要懂。啊，你要是真的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，你就晓得，不但我们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周边法界。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周边法界，啊，这个现象，就像贤首过思，啊，请皇帝建的八觉亭一样，啊，八觉亭。八面摆八个镜子，啊，大概上面下面都是镜子，十面嘛，十方嘛，人站在当中，你一个动作，十方你都看到，个个都是这个动作，就像善财童子在弥勒楼阁里的境界一样，啊，你这里一动，变法界都在动。你能瞒得了谁？你能说哪个不知道？不可能啊！所以你自己欺骗自己，你欺骗不了众生。你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啊，华严讲得透彻。啊，这是尘寒十方三昧门。啊，举例子，微尘呢，一粒微尘，一粒微尘里面有十方世界。啊，那个世界有没有我们呢？有啊，通通在里头啊。微尘的世界跟外面的宏观世界没有两样啊，一样的啊。啊，现在全息照片有这个现象。啊，知道这个，我们起心动念呢，就会收敛了，啊，自然就收敛了。啊，说若真四德为名呢，即名四摄摄身三昧门。啊，四德是信德，是信德里面的根本。自然的流露一点都不勉强。啊，我们想想，随缘妙行。啊，那这个在化身菩萨，就是众生有感，他就现身。这就随缘。虽现身，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
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啊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妙心。啊，示现什么样子呢？威仪有责。啊，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是纯善纯净，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那个有则就是有规矩，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戒律。啊，三句境界一条都不犯，有则。啊，我意思是说行住坐卧，啊，起心动念，没有一点过失啊。啊，这是四德里第二个，第三个是讲到最核心的，知止如何。处事待人接物，至直是我们讲真诚心，就是菩提心啊！啊，真诚心如何是和颜悦色表现在外面，没有粗暴啊！啊，面孔一放下来的时候，诚慧就起来了，那就完了，全部就完了。啊，所以信德里面讲四条的时候，你看看特别提出这一条，最后一条是待众生苦。啊，菩萨示现在世间，不为自己，为众生。啊，这个是信德里头基本的四大德行。啊，那么摄受众生，这佛经上常讲的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思。这个四条就是落实这四种心得。随缘妙行落实在布施、爱与力行同事，威仪有责也是落实在里，智智柔和跟待众生苦通通落实在这个四条，这个四条就表现在外面。四摄摄身三昧门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佛不讲空话了，佛所说的都表现在外面。啊，若有五指门而言呢，即为即用无碍三昧门。啊，即是即尽。动静不二啊。啊，动中有不动。波动里头有动，啊，动跟波动是一不是二，啊，所以像语言一样，啊，我们现在科学时代没办法离开语言了，动都是靠语言呢，啊，语言心不动，语言周则动，啊，所以身动啊，心不动啊，啊，四动啊。理不动啊，相动啊，性不动啊，
不障碍啊。啊，离性不障碍四相啊。啊，所以在四相上是四时无碍的法界。啊，若取六观为名，即是佛果无碍三昧门。啊，这是幕后啊，我们啊所念的。啊，你看看佛。啊，我们用凡夫的层次来说，啊，佛是怎么看我们这个世界？怎样看六道？四时无碍。啊，清凉讲的四种：四无碍、理无碍、离四无碍、四时无碍。说得好啊！如是等意，随得立名。啊，名是假名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具教设为六观。那教学嘛，啊，称它为六观，随入一门，众德贤居。啊，这个六门，任何一门，你要去入一门，一切都入了。啊，这个地方的随入一门，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六门。啊，不是讲的六观。是讲的六门，六观是幕后的一门。啊，都是见性了，不见性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法子起入这个境界。无生即显呢，幻有非妄。无生是性，幻有是相。啊，是一真法界，是十法界一真庄严。你看，无生性见到了，那相怎么样呢？相还在呀，相没有灭掉啊，相在呀。该不该死呢？根本就不该死。啊，性是真的，相是假的。啊，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里的画面一样。啊，无声是什么呢？无声是屏幕，屏幕什么都没有，无声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它能显像。啊，它虽显得像，显得像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屏幕不爱现象，现象也不爱屏幕。啊，屏幕确实没有染污。啊，我们把频道一关，干干净净，啊，没有落一点痕迹，这是自性。啊，所以真妄可以同时存在，彼此不相道，彼此不妨碍。设法界而一成收。举一身而十身现呐、啊，如是等意非亲所图，是境见处思之可见。啊，如是四是前面所说的，啊，这么多的意趣。啊，不是情识你所能够理解的。啊，这个图有理解的意思，有得到的意思。
啊，情就是情识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叫做情。啊，他做不到。啊，他不能了解，他不能欺辱，他也不能控制。要怎样呢？是见见处啊，识妄想分别执着。见呢是见思烦恼，把这个东西统统断掉了啊。是见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见处呢就是不分别不执着了，那你就见到了啊。这里面讲的六条这个六门的真相啊，你完全明了了啊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杜胜和尚娴熟清凉，如果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他说不出来呀。啊，虽然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这么多，不是他的境界，他说不出来。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懂啊。可是，话是这么说的，哎，真难懂。啊，我们把这个文介绍完了，啊，是不是真懂呢？太难了，啊，真懂啊，你就入境界了。你没有入境界，换句话说，自己要晓得没有真懂。为什么没有真懂？我们有最大的障碍，自私自利。啊，自私自利是见烦恼，贪嗔痴慢是思烦恼。所以对于大乘教啊，入不进去啊。因此佛才说了真话，在佛藏经里头，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叫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。啊，你没有按部就班。啊，你小学中学都没有念，你怎么能念研究所？华严是研究所。啊，你得不到好处。啊，可是他幕后有一门。那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我们真正能把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就入华严境界，不在此地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华严所讲的完全通达明了，你去不了极乐世界就不行。大宝积经里面有一段经文不长，发十种心向佛，决定得生。啊，这个上面答出来了，十心向佛，命尽往生。啊，我讲的时候把命尽啊改做决定，啊，决定往生。那么这个十条很重要啊。
啊，希望我们呢认真努力去做。啊，你不做，你就知道必定堕三途。那你要做呢，那你决定生净土。啊，第一条，与众生其大慈无损害性。啊，一切众生你不能去损害他，你要爱他，大慈就是大爱啊，你要爱护一切人，甚至于连这个云飞软动这小动物你都要爱他，你不可以损害他啊，你要叫他啊因你而生烦恼，你就害了他。所以大乘教里对佛常讲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那个众生不喜欢我看到了，我躲避他。哎，他就喜欢了。这是菩萨行啊。啊，众生有一点错误了。啊，纵然他是你的部属，你也不应该啊用严厉的态度来对他。为什么？你没尊重他，他也是个人呐。啊，像胡小林学佛觉悟了，他知道自己过去做错了，啊，他对于员工很厉害，常常是骂员工，员工都不敢见他。啊，现在见员工90多鞠躬礼。啊，员工把他当作亲人。啊，他才做2年呢。啊，他是真的是学佛了，他不是搞佛学，他是学佛。啊，所以起这么大的变化了。啊，看到员工犯再大的错误，他不发脾气。他说有时候还有脾气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暂时不办，过个10分钟、15分钟之后再说。他让他定下来，恢复理智再出事情。啊，他不会像从前马上就暴躁。啊，摔茶杯什么发脾气骂人，现在没有。啊，真正做到什么呢？置之如虎。他把这个纲领抓到了。啊，做错事情了，也和颜悦色。啊，你让人对你说，对你有感恩、感激。啊，你把他教训一顿，他怀恨在心。啊，他今天什么？今天要是拿你的工资啊过生活，啊，不得不低头。他不是甘心情愿的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什么？这个都是属于杀生的。啊，第二，与众生。其大悲无病恼心，啊，你不要逼迫他，你不要叫他生烦恼。啊，你的下属、你的员工，因为你而起烦恼，你就有罪过了。啊，你不是在行菩萨道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还障碍你往生，你就是念佛，你也往生不了。你看看有没有这种行为啊？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，这个10条你都做到了的时候，决定往生啊！啊，那么你要知道啊，看到别人有过失一发脾气，算了，我就堕地狱吧，我不要往生了，就是这样的吗？你放弃极乐世界了。
你愿意到阿鼻地狱去了，这没话说了，佛也拦你不住啊。大慈是爱心，大悲是怜悯心。那中国古人所说的恻隐之心啊，人皆有之。我们讲同情心啊，怜悯心啊，人非圣贤呢，孰能无过呢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啊，帮助他们改过自新呐。啊，所以教就不能不学。啊，我们今天谁来劝我们改过？现在社会没有人了，在过去旧社会里面，100年前啊，你有过失，谁来说你啊？你的父母说你，老师说你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有义务啊，来教训你。现在父母不敢说了，老师也不敢说了。啊，父母说了，儿子把老父母杀掉；老师说了，也把老师杀掉。老师聪明了，不敢惹火上身，所以不说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的过失啊，天天在增长，你不知道，没人说了。啊，从前朋友们相交是朋友也归过的义务，点到为止。啊，所以李老师教给我们，啊，劝人2次，不可以第3次。2次他不改，以后就不能再劝。劝的时候说他怀恨在心，不能劝呐。啊，那你就是承认。一个事实，过人因果，过人承担，我们心就平了，随他去吧。啊，干什么样的坏事，灭佛法，破坏佛法形象，随他去。啊，决定不能讲，讲了没有用。啊，只有负面的影响，没有正面。那你何必讲他呢？好好修自己的。啊，前天我收到一封信，东北一个同学寄来的。啊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啊，是一份报纸剪下来的。啊，里面一个资讯是报纸上，东北报纸上刊登的，啊，外国的科学家提出来，拯救地球时间只有7年了，啊，我明天把它影印起来的时候贴在我们这边，大家看看，这是外国人说的。啊，所以说许许多多科学家警告我们，啊，我们学佛的人不管他这个东西真的是假的，但是给我们的警策是好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要认真努力。啊，念佛往生需要多少时间？我们从净土圣贤录，从往生传，从现前很多念佛往生的人，我们知道时间顶多3年到5年就成功了。啊，所以取净土不难呐、啊。那7年我的时间足够啊。那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在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这个放下并不是叫你不管事，事可以照做，心里头没有。
这就放下了。啊，事情在做没关系，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，绝对没有第二样东西在心上。这叫一心称念啊，事事无碍啊。啊，所以他决定生净土啊。那、啊、第三，与佛法不惜生命啊，要守护心。啊，这个要是爱好。啊，就对于护持佛法、护法，不惜生命。那我要来守护持佛法。啊，那佛法怎么个护持法呢？佛法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讨论，在一起学习，这个不是佛法。所以佛法不是印很多经典，造很多寺庙，造很多，这个都不是的，这都不相干。天天在一块学习研究讨论学习，这叫佛法啊，有这么个场地，这叫道场。人数不拘多少，三五个是道场。啊，二三十个也是道场。两三百个还是道场。天天干呢，真干呢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硬体设施啊，没有啊。都是在山林树下。啊，他这个道场大了1000多人呢。啊，怎么书上记载的长随众就1255人。啊，佛是每天跟他们啊在一起研究讨论。啊，在一起学习。啊，所以你首先要认识啊什么叫正法啊，什么是真正的佛法。啊，第四，与一切法发生圣人无执着心，这就是讲不执着。不执着，你要有坚定忍得过才行啊！好像我学我不骂人了，你真能忍得过啊？你不能忍还是发作啊？啊，所以这个没有执着。你看，没有执着是阿罗汉了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偏偏执着呢？我们忍不过嘛。啊，所以要忍，不要再执着了。啊，要最殊胜的忍力，把执着化解掉。啊，那么自己常常想到有执着啊，就是我们讲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，这个都是三途地狱的念头啊。我想控制某个人，我想控制什么事啊，这都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一口气不来的时候，你什么能带去？古大德讲得好啊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呢。尤其现在这些科学家，这么多的科学家，不是一个人提的事儿啊。这个世界灾难只有7年了，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控制的？你还有什么要占有的？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，你说要不要放下？啊，所以我们常讲呢，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。啊，还要加一个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。啊，这个一切法包括出世间法，都要放下了。啊，第五，不贪利养，敬重敬意乐心。
啊，这个贪图小便宜，贪图利养，贪图别人尊敬，这个很糟糕啊。这个什么？你的心被染污了，不清净了。啊，意不清净了。啊，你们看过于敬义欲造神迹，他把他的名字改成敬义，啊，就是因为自己的心不清净。啊，起这个名字常常顾名思义，我一定要修清净心，清净心才真落啊。啊，五欲六尘那种享受啊，我们讲这个教习的时候常常提到啊，那一种乐事啊，是服毒啊，是打吗啡啊，刺激啊，那不是真乐啊。啊，那个乐里头有无量的苦啊。啊，那是一时求麻醉啊。啊，只有清净心才是真正乐。叫法喜充满啊。第六，求佛种智于一切时无妄识心啊，念念不妄，就是求佛的智慧啊。种智是一切种智，这一切种智对于宇宙人生，佛法里头讲六个字，包括了性相、离世因果、通达明了，这就是佛的一切种子。我们要像佛一样啊！啊，那么要求知，就不能离开经教。啊，天天读经，天天接受啊佛菩萨的教诲。啊，第七，与众生尊重恭敬无下劣心，这个要真干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唐迟教学这两年半的时候，有很殊胜的成绩。许许多多的老板，现在对员工都90多鞠躬礼。他们到汤池学了之后，回去他就干，他就用上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公司和谐，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啊，你对员工是居高零下，员工跟你不是一条心呐，所以对于你做事呀，他常常敷衍呐，不负责任呐，啊，投机取巧啊，啊，你要用尊重别人、恭敬别人，绝不看不起别人。你以这种心的时候，对待你的员工，对待你的下属，你得人呐。的人心啊，啊，你的下属、你的员工没有不尊敬你的，啊，没有不听你的，啊，所以骂人不是，是失败的，决定是失败的，啊，常常呵斥的时候，这是失败的人，这人不能做大事，啊，古时候人用人的时候不用这种人，啊，性情不好，这个心浮气躁。常常喜欢发脾气，这人不能用，用这种人决定坏死。那他不得人心嘛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第八，不着世论与菩提分，生决定心。啊，这一条简简单单的说，
啊，世间有许许多多的舆论批评佛教，我们听了啊，不会怀疑，不会动摇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那个批评的人呢，他没有接触过佛法，他不知道。啊，他是道听途说，听别人说佛教是迷信，啊，我们就真的以为他是迷信。啊，我在没有学佛之前也是这样的啊。啊，遇到真正善知识，方东梅先生介绍，我们才晓得，以后天天读佛经，才完全恍然大悟。啊，所以不是真正学佛的人，没有得到佛法真实好处的人，他们的批评都不可靠，啊，包括一些这个搞佛学的人，搞说他没有得到受用，啊，所以他的那些议论都有问题，啊，真正学佛依教奉行得受用的那不一样了，啊，所以佛教你做的你做到了没有？啊，叫你觉而不迷，你做到没有？叫你正而不邪，你做到没有？叫你静而不然，你做到没有？没有做到就不要说话了。啊，第九，种诸善根，无有杂染清净之心。啊，天天想到自己的善根。啊，所以自己的德土你要积功累德了，你天天要种善根呐，啊，你心底有杂有染，善根福德就没有了啊，所以要离开杂染啊，要保持清净心啊。最后一条，于诸佛舍利诸相起随念心，啊，诸佛，啊，一切诸佛，他不着相啊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是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我们虽然做不到，要向往，啊，要对佛菩萨的敬佩，啊，他可以做到啊，我们做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个十条呢，能够帮助我们，啊，是非常切实可行的，啊，我们一定要做到。这个十句要摆在我们的案头，天天看，啊，就像朝暮扩诵一样，早晨念一遍，晚上念一遍，好好反省一下，我做到了没有？我们才有救。否则的话，那你就是甘心情愿堕地狱了，没救了。啊，幕后这几句，于虽不明啊，数万自尽。啊，这个于是贤首啊，这个贤首大师啊，他老人家的话啊，他说我虽然不聪明，可是我很喜欢这一部《华严经》。啊，自行还一句，啊，万就是学习，啊，专一向专门学习这部经典，了生偶目之文，啊，这都很谦虚的话，是即弥天之意，啊，弥天是像天一样的时候，这个义理无有穷尽，啊，你看看文不长不多，但是整个华严经的意趣，啊，通通在这个里面。后面有一首偈，啊，备寻诸教本，集资华严观，文曰啊，文不多，义无缺，智者当勤学，啊，这四句话是勉励后学，啊，我们今天学习这个
当然我们要直下承担，这是祖师幕后勉励我们应该勤奋学习。好，修华严二智，望尽还原观，圆满了。